Countries in the world. Oceania. The world map guessing game.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世界地理知识王最后一集大洋洲篇。还没挑战过本系列其他影片的朋友们，欢迎点击右上角连结和朋友一起挑战看看吧。在开始挑战之前，让我们快速复习一遍游戏规则。A picture from a country will be presented. 第一，每一道题目将展示一张来自某个国家的图片。If you know the name of the country, say it to get one point. 第二，如果你知道该国家或地区的名称，请说出来并能获得一分。You get one point for each right answer. 第三，每个正确答案可得一分。每题会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作答。举例来说，左手边菠萝会放一张该国家的著名景点照片，右手边则会标示出该国家的地理位置。请大家依照这两个提示来猜猜看这是什么国家。在公布答案时，左手边会放三张来自该国家的图片，右手边则是该国家的国旗、国家名、首都名，以及该国家最著名的旅游景点。Are you ready? 观众朋友们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大洋洲的国家比较少，因此菠萝只挑了六个国家给大家挑战，希望大家都能答对哦。第一题，世界最著名的建筑之一雪梨歌剧院是在哪一个国家呢？这题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答案是澳洲。Australia。首都在坎培拉。Canberra。著名景点雪梨歌剧院。Sydney Opera House。第二题。南半球最高的建筑物奥克兰天空塔是在哪一个国家呢？答案是纽西兰。New Zealand。 首都在威灵顿。 Wellington。 著名景点奥克兰天空塔。 Sky Tower。第三题，该国著名的历史古迹汉阿蒙家是在哪一个国家呢？答案是东加。Tonga。 首都在努瓜罗发。 Nuku'alofa。 著名景点汉阿蒙家。Hamanga of Maui Trilithan。 第四题，该国最热闹的码头丹纳劳岛丹纳劳码头是在哪一个国家呢？答案是斐济。 Fiji。 首都在苏瓦。Suva。 著名景点丹纳劳岛丹纳劳码头。 Port Dinarao Marina。 第五题，世界七大海底奇景之一水母湖是在哪一个国家呢？答案是帛琉。Palau。 首都在恩吉鲁穆德。 Narulmud。 著名景点水母湖。 Jellyfish Lake。 最后一题，被誉为全球十大游泳圣地之一的苏阿海沟是在哪一个国家呢？小提示，该国国旗的颜色和台湾国旗的颜色一样哦。
答案是萨摩亚。Samoa。首都在阿皮亚。Apia。著名景点苏阿海沟。Tosa Ocean Trench。Did you guess all six countries? 总共六题，你答对了几题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菠萝分享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菠萝点赞分享。以上就是世界地理知识王的最后一集。Thanks for watching. 谢谢大家的收看。See you next time. 我们下次见。